各位线上的朋友好，我是数位时代的 James，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继续主持 Meet Global Online Happy Hour， 这是4月号的 Online Happy Hour。 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绿金创业行不行，这里今天指的绿金特别讲的其实是跟大麻有关的事项。事实上我在考虑要讨论这个题目想了非常久，是对，因为这个题目实际上看起来在台湾还有点神秘，或者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具有高度的争议性，但是全球很多我们看到很多新兴的趋势在讨论相关的话题，就跟 blockchain 或者是虚拟货币，甚至最流行的现在的 NFT 一样，很多人在谈，也很多人正在关注这个相关的话题。我想数位时代作为跟创业小聚作为这个台湾这个新创生态系的一份子，我们有必要去关注这相关的问题，也希望可以透过跟大家一连串的介绍跟讨论引起大家的注意，让大家有机会也去关注这些产业是不是有什么新兴的机会。今天很高兴有机会邀请到两位不一样的来宾，一位是Mary Jane 的创办人 Bob，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好朋友富贵兴业，也是数位时代的好朋友的 IC。 那等一下我会请他们先自我介绍，来讨论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一起谈这个主题。在这之前呢，还是想跟各位分享几件不一样的事情。如果各位想要关注现在矽谷最新的创业趋势，或者是现在的动态，不妨可以参考我们有一个跟 IC 还有 KT， 就是今天的其中一位主持人跟讨论者语谈者跟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个 podcast， 叫做矽谷为什么。那矽谷为什么每周会更新一集 podcast 去讨论矽谷现在流行的项目。像刚刚我们在这个 Happy Hour 开始之前，我跟 IC 才在闲聊讲到，就是很多我听到自己听到美国的朋友都在正在准备打疫苗，或者是已经打过疫苗了，然后有些人在讨论疫苗的注册的问题，或者是副作用的问题，或者是哪一种疫苗可能对人会比较好的问题等等的。我想这个是现在在美国的朋友都很关心的话题，希望能够透过快速的疫苗的这个普及，能够帮助这个疫情可以缓解，让更多人都有这个抗体，让经济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行。如果你想要关心跟台湾有关的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看到很多不同的创业的面貌，除了看创业小聚的中文网站之外，也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在线上每周三我们更新的创业新生代 podcast。 创业新生代 podcast 是由我的同事陈凯尔主持，他每一次都会邀请不同的创业家或者是创业的嘉宾来聊聊台湾最新的创业相关的事项。那如果你有兴趣讨论台湾的这些新创生态系有哪些东西是现在国际非常关注的焦点，或者是你现在正在课正在美国或其他相关地方，你想要介绍台湾的生态系给国际的朋友认识的话，不妨请你考虑注意一下 Meet Global 我们的国际网站。我们的国际网站每一周大概会有4到5篇不一样的文章，谈的都是台湾的相关的新创生态系的新闻或相关内容。除了讨论新创生态系之外，我们也会介绍台湾有在往海外发展的这些新创，或者是台湾的大型企业，他们怎么去跟新创有做不一样的交流或合作，不妨大家也许有机会可以参考看看。我们在每一个月创业小聚也都有相关的月会，这个四月号的月会我们将要在谈 MarTech。 MarTech 是台湾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话题，事实上如果我们每一次在做这个相关的活动的时候， MarTech 几乎都是爆满的报名者跟讨论，看起来 MarTech 在台湾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机会。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在台湾其实有很独特的商业环境，我们并不是只是譬如说偏向美国或偏向中国或者是偏向日本，在台湾事实上我们用了很多不一样的国际的服务，也因为这样，所以在台湾想要经营这个相关业务的朋友，或者是想要接触商业界的朋友，事实上都得花比较多的心思跟能力去做这个很多不一样的这些MarTech 的这些工具跟应用，然后能够去接触消费者，并且收集数据。那我想今年来说，对大家来说，数据这件事情都非常非常重要，这应该是一个已知的事实。因为如果在网络上本来接触消费者更容易的方法，在今年到明年，很多大型的机构或者是大型的公司，他们都会关掉所谓的第三方数据或其他收集的方法。
所以我想 MarTech 作为现在商业在线上或线下接触顾客的显学是很多人持续关心的话题，不妨邀请你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创业小聚的月会活动。然后如果你持续的关心台湾跟美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的这些动态跟有相关的讯息，或者是想要接触更多专业的工作者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不一样的这些创业生态系的伙伴，还有事实上他不是只面对台湾人，还面对了直接面对了美国本土的生态系的话，也许你可以考虑加入 LinkedIn 的这个社团，我们在社团里面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讨论，然后也比较容易让你可以找到社团里面的很多不一样的联络人作为朋友，这些专家在不同的领域发展，他们都会有他们的相关的发展或者是意见，也许你有机会可以多跟他们接触来了解这个相关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的动态。那所以今天回过头来很高兴的，我们今天将会有将近快40到50分钟的时间可以讨论大麻这一个产业相关的现状。首先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刚刚讲的专家，是不是首先先请 Bob 自我介绍一下 Mary Jane 跟你都在做些什么，你的 background 是什么？嗨，大家好，我是 Bob， 然后我有个粉专，Facebook 粉专叫绿金创业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先讲一下我学历背景好了，我在中国一念书，毕业之后我到美国的 Emory 念我的博士班，然后是 Computer Science。 那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创了第一间公司，然后是专门做这个次世代定序的这个服务这样子， NGS。 对 NGS， 对对对、然后因缘机会下也有就是部分股权被买走，然后我就加入了 Bayer， 在 Bayer 药厂帮助拜耳做这个药物的开发，用 AI 的方式还有 NGS 的 database 做药物开发，然后之后加入 Thermo Fisher、那在这两间公司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这个大麻的这个议题嘛。那我就认为说这样因为我是做精准医学的，那对我来说大麻就是一个药物，它不是像所谓的毒品，那跟中药是很像的。那比方说我们今天在场各位一起抽一根大麻，那我们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反应。那为什么？因为大麻本身的 chemical 这个化合物的这个 profile 就是不一样，那我们的基因都不一样，所以我会思考是怎么样最好的 match 就是不一样的 chemical profile 到你的基因，这样去做 match。 然后做着做着我们就开始 pivot 就转做成这个面向全亚洲的这个 CBD 的商城叫做马吉亚米。然后然后做着做着我们从电商开始起家，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做成这个我们叫做垂直整合，也就是说从原料一路到销售这整套我们全部做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公司不只可以做贩售，就是在电商上面贩售，跨境电商上贩售，我们也可以帮客户制造他们想要的品牌，然后他们想要的任何样模式的这种 CBD 的商品这样子。所以你有医药的背景，然后你的 PhD 又是 Computer Science 相关的 background， 所以你做第一个题目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做那个 Next Generation 的DNA Sequencing， 这个题目是现在台湾应该也逐渐开始流行的，就是能够透过人类的这个基因定序去知道你可能你可能有哪一些潜在的疾病的因子，或者是如果什么样的状态下你对什么的药物会有过敏或者是比较有适应性，所以这个看起来是未来很显然的这个一个流行，那是你第一个创业的题目。然后他刚刚也特别提到 Mary Jane 事实上一开始做的也是希望能够透过刚刚 NGS 知道的这些相关的 data， 就知道你个人的基因型的 data 去面对到不一样的化合物的反应是什么去做配对。我想这件事情在现在的显学叫做精准医疗，对吧？这个看起来是在接下来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每一个人去面对到药物跟过去可能不太一样，是不会只是医生固定开什么样的药剂跟什么样的处方配什么样的这个剂量给你而已，事实上还可以根据你的基因型做很多相关的测试，也可能可以避免很多原本也许会发生的问题，就是譬如说有些人对某些药物他就是比较不适应或者是比较会敏感，
所以这个可能可以解决人类的很多问题。 Personalize 不是只有 marketing 可以做，事实上医药可能也有机会。 IC 你到了矽谷已经一年多了，然后也一直在这个矽谷为什么帮我们介绍最新的矽谷相关的趋势，每天都在线上不停的开会，然后甚至还要录这些相关的节目，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的 background 跟你现在在做的事？哎，谢谢 James。对，哎，听到我声音好，大家好，我是 IC。那我现在人在矽谷，大概是2019年底来到这边，那从事一开始是在科技部的这个算是科技部访问学人，在 Berkeley， 那做生意产业的，应该说新创生态系跟创新创业的一些研究啊，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台湾经过了其实我们有这个学人送来美国，然后回去的这个计划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啊。那我们也的确成立了蛮多家新创公司，那也台湾过去20年的生技其实产业也是一直有在进步，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办法长出一个像我们像半导体业啦或电子业这么巨大的一个生意产业生态系，这是我比较关心的话题。那另外就是观察美国的本身的保险啊医疗这个体系，因为其实跟台湾是一个光谱的两端，如果台湾在这一次的防疫，大家看得到台湾的工位啦或者是健保它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防卫体系，那以美国这个以商业保险为主，然后比较强调自由跟资本的一个经济体来运作的话，它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那也恭逢情胜遇到这个美国的疫情，然后像 美国选这个总统大选，所以在过去这一年多也经历了非常多美国，我可以说是在这个海岸第一排看着美国的摇滚区。对，那在那之前我在台湾的国家生技园区有2年的服务，是在算是做台湾最大的生技育成中心叫 BioHub 台湾，那协助国际连接推动国家的这个生医产业在国际上的一些形象，或者是告诉全世界的投资人和药厂那台湾的生医产业在做什么。那在2018年以前我在 Airbus 从2010到2016年那担任共同创办人跟合伙人，所以也是对于数位跟数位经济啦网络产业跟行动网络有第一手的观察。那我自己是台大物理系跟电机所一工组，在2004年博士毕业之后加入过三个创投跟三个新创公司，对，所以等于说在创业跟投资这两侧一直都在这个谈判桌的两边有过经验。那现在等于是再把台湾的观察啦还有投资的经验在美国这边，那目前我是互惠兴业一个台湾的医疗科技平台做策略长，也就是说在协助公司发展长期的策略部件北美啦跟全世界的市场跟行销甚至投资和策略并购的一些机会，那这是我的一些背景，谢谢。我想IC 作为数位时代的老朋友协助我们一起去观察这个台湾的生态系的趋势，或者是看到台湾的新创出海的不同面向，我们也很常常都在讨论这相关的项目。譬如说很多人都在讲说台湾的生医产业应该要发展的很好，因为过去最聪明的人除了念电机之外就是念了医科，所以有很多最优秀的人都在这些行业里面。我想不意外的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可以享受到非常好的工位体系，或者是很完整的医疗环境，这绝对是人才大量人才进到这个产业所功不可没的。但是有另外一块领域，就是我们一直在想的，是不是我们有机会还可以赚外汇。所以刚刚 IC 讲的第二块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发展出这个生医相关的领域，有一些新创可以去赚到国际的钱，赚了回国际的钱之后可以让台湾也许有机会建立另外一整套的护国神山也说不定，整个三系嘛，对吧，这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讨论我们发现的几个不一样的面向，或者是它也许是事实，其中一个是事实上国际的医疗环境每个国家白不同的国家类别跟市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每一个国家给付这些医疗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整个医疗生态的环境也不同。美国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可是基本上是一个很战国竞争的市场，那又通常都是非常大的资本在里面做竞争，你要怎么去跟这些资本跟这些集团做连结，这是一方面的问题。
那当然还不包含说谈到保险，谈到通路，通路就是所谓的医院或者是药局，这些完全不同的面向的问题。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有多少人才对于刚刚说的这些东西不但能理解，而且身在其中，作为关键性的角色有机会去连接，这可能都是相对过去我们比较少关注，可是其实也很重要的地方。那医疗作为一个很需要长期投资的行业，事实上也还有很多发展机会。所以就像这个 IC 现在自己身处海岸第一排，在观察这个台湾最跟美国这个为什么的这个趋势，所以为什么他也跟 KT 一起主持这个矽谷为什么，去讨论很多不一样的话题，不断的从问为什么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让我们跟不同的创业生态系都有更多的了解跟商机的机会哦。那首先我想要谈的就是跟大马今天有关要谈的这个相关的话题。这个问题是怎么开始的？我大概在三四年前有第一个机会到美国去，当然这不是第一次去美国，但是是做采访的过程当中，就有朋友开始跟我介绍大麻这相关的东西。一开始跟我介绍的时候谈到加州有可能要开放这个大麻的这些相关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呢，事实上因为还没开放，所以我注意到我朋友有非常有趣的行为，就是他们会突然间说嘿，我要出门，然后就很神秘的跑到某个地方去，可能是用 WhatsApp 或者 whatever， 他也不告诉我用什么联络方法，然后出去了之后大概就拿了大概50块美金或者是100块美金出去，然后回来会换了一个像是，如果朋友跟我一样有年纪的话会记得那个像是那个底片卷的那个盒子，那个圆的那个圆筒盒，然后里面有一盒绿绿的，然后看起来就是大麻花的东西，这样的换那个东西回来，大家又很神秘的在某个街边看起来像是就是要穿一个那个帽T，然后食品展示，食品展示，对对对对对对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有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哇天哪，我以前我不是没有经在台湾真的譬如说透过某些关系见过毒品的交易，但是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各自去做这些交换。然后大概2年多3年前去采访的时候加州已经开始开放一些大麻有机会合法可以应用的时候，嘿，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有朋友带我去了一家店，就是那家店都在卖跟大麻有关的相关的产品。我跟你说那个朋友们，如果你完全没有听过这件事情的，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有震撼，那家店根本开的跟 Apple Store 一样，就是一样漂亮，里面的装潢都很漂亮，然后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大麻的应用的相关的产品，从原本的大麻花怎么去做应用的这些相关的产品，一直到精油啦胶囊啦等等的这些不同东西，然后都很漂亮都很精美。那每个人在那边选用的时候还会有 Genius 跟那个 Apple Store 一样的那些专家会跟你介绍这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你有没有机会可以应用，我觉得不可思议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产品。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注意到哎，有这个商机相关现象。后来很幸运的认识了那个 Mary Jane 的创办人 Bob 就跟我介绍他已经看这个方向已经一阵子了，然后也在做这相关的题目，所以我们才开始有更多的讨论。那我想首先还是先是不是邀请爸爸帮我们介绍一下，通常在这个美国现在大麻的这些产品有些什么样的应用，虽然我们看到它无论在台湾或美国似乎还都是管制性的药品，而且在台湾是二级管制性的药品，在联邦也还是管制性的药品，但看起来在美国已经有些应用，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目前有哪一些例子在做相关的应用。 OK 谢谢 James。 我这样讲好了，就是你上去那家店应该叫 Mad Mad 吧，对，是 Mad Mad 在圣何塞，我猜，对不对？ Yeah， 非常漂亮。Yeah， 然后其实他现在零售店都开的像超市一样，只要下次你来，我带你去 Oakland 去，你就看就像 Whole Foods 那种超市一样。哇哦，开架式的，你可以自己拿起来看，就看这样到处的，就像普通商品一样。嗯，那像这种店的话，他们主要就卖是 recreational 的，就是娱乐性的大麻。或者我们讲成人用大麻的这个制品，比方说我在手上拿像这种你刚刚讲的底片罐里面装的东西，那它这里面它会放，就是我可以拿出来展示给你看，反正做这一行就是什么没有大麻最多，它会做的像干燥，像花一样，就是花，然后把它干燥或就 cure 固化之后的样子。那这个东西你就是把它放到像 pipe 或是烟斗嘛，或是把它卷成卷烟这样抽，那
可能想说，哎，那大麻就是你的印象就是我拿起来抽，那 no， 现在其实已经做到非常的元素化。嗯，比方说我可以举例一下哈，那像这个东西，你看它是个蜂蜜，嗯，它就可以跟你说，哎，这包蜂蜜里面它有六个 mg 的 CBD， 有2个 mg 的 THC， 嗯，那甚至这个更屌，它是把 CBN 是另外一种更微量的大麻素，它把它萃取出来，它对睡眠非常好，这个 IC 我就给你吃哈，嗯。对，然后这是蜂蜜的部分，然后你看，然后甚至还有做出像这种这么漂亮的巧克力的包装，哇哦，对啊，很美，对不对？然后它上面你看，它还有做这种防止小朋友打开的这种装置，被码掉了，对，被码掉了有一点，哎，那个东西它会在盒装上面都有一些警告，然后可是也会宣称，一些如果以台湾为主的可能会宣称疗效，对吗？它不能宣称疗效，但是你看像这种合规的，就是白市买到，它一定会盖这个标章。哦，合规的这个章。合规。那合规的话，美国是谁在管这个规则呢？他们现在都还是州政府在管。州政府的。OK。对，因为联邦虽然还是不合法，但是联邦已经不执法。哦，不执法。对，他也不执法，他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就要下去抓你这个人，没有，他们现在不管，放给州政府去管。对。那联邦现在也在推法案，是说希望大麻完全除罪化，甚至联邦也要在以后的卖大麻上面再加 5% 的税，联邦税。哦，联邦税。正在 讲这个 bill。对。所以可想而知，这个税是蛮重的。IC， 你第一次正式的接触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 cannabis 这个大麻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应用，也是在美国吗？因为我过去几年在欧洲和美国其实常出差，那比如说去荷兰的时候就不一定会去好奇说，那荷兰人算是全世界最早开放大麻的各种应用的国家，所以算是在荷兰开始看到大麻，像大麻的各种食品啦，还有大麻的这个蛋糕啦、巧克力啦，然后也在美国矽谷，其实一直都是应该说旧金山湾区是一个跟大麻有非常深的连接啊，甚至比如说 Steve Jobs 啊，或是我们现在很崇拜的这钢铁人哈 Elon Musk， 都承认自己使用大麻，然后也觉得因为大麻让这个创意跟灵感成为。矽谷之所以跟别的地区除了天气除了资金跟人才之外，另外一个他们可能觉得是第四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因为这个观点我开始特别去研究这件事情，那也的确在美国有跟朋友偶尔有试过说，哎，大麻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从最早的荷兰的这个开放一直到整个创业环境的市场，你也看到这个商机正在形成，就是看到这个市场正在成立，而且有更多的朋友都在讨论这相关的项目。刚刚事实上像美国的加速器和刚才像其实像 Bob 所讲的，那联邦现在没有一个大麻管制机构，但是像加州就有个大麻管制局，这个叫 CBC California Bureau of Cannabis， 那他最近甚至也宣布了对公立大学做了研究资助，像 Berkeley 就有个这个大麻研究中心哦。很有趣，在学校里面，在学校里面研究大麻，那他不是只有研究大麻成分，他可能包括研究大麻对环境啦，对政策啦，非常广泛的议题，甚至说大麻农场的噪音跟光照是不是扰乱这个野生动物啊？所以他等于说是正式面对，把它当成一种作物，当成一种经济作物，当成一种医药用的植物来看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也不晓得，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咖啡在很多年前也是毒品。对，那酒更不用讲，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在很多国家曾经都是违禁，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香烟、对于酒、对于咖啡的开放态度，也有可能会落在大麻这个态度上面，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是非常开放性的在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刚 IC 帮我提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我对于烟跟酒或者是咖啡研究，老实说咖啡可能是我花最多钱的其中一个项目，也是很多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花很多钱。我们前几个礼拜做了跟燕麦奶有关的题目，发现真的爆红，很多人都在谈这些相关的这些问题，也许我们之后可以再谈谈。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相关的美国历史，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也许可以去参考
考，刚好 IC 刚刚提了，是大家可能可以去注意1930年代左右美国的那个禁酒法案，就是曾经禁过酒，一直到后来又解禁了，这整个过程对于美国社会有多大的不同的冲击或影响。到目前为止，美国买酒还是需要用纸袋包装起来，不可以直接秀这个酒瓶或者是酒标在直接在路上走，这是不许可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说事实上不同的社会或国家面对这些东西有不一样的思考。我为什么刚刚会特别提到这点，是因为如果你认真去研究网络上的很多讨论的话，都会讨论其中的项目之所以现在大麻或很多东西会被列为禁药，是有历史背景原因的。那大概有两块不一样的原因，一块是跟医疗专家特别有关，就是由医疗专家来告诉你说事实上这个东西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危害，可能会造成成瘾或其他的问题，那会造成公卫的负担，我想这个大家都能接受，也是听起来非常合理的其中一个项目。那但是大家也知道说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还是会碰触到的烟啊酒啊或者甚至咖啡或茶都有正面或负面的个别的影响，那更别提说可能现在还很多都是管制药品的东西，肯定会对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影响，这是对公卫会有压力的因素，所以为什么很难去开放，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其中一项。另外一个项目其实是跟政治结构或者是其他统治阶级的想法有关，就是另外一种是比较靠近是透过这样子的禁止可以去比较好的管理，或者是比较好的去避免某些社会问题，尤其是当多族群多种族的环境有多元族群要相处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想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样的讨论。不过刚刚 Bob 我想回过头来问你一下，你刚刚特别提到现在都已经元素化了，我在网络上常常看到两个最常常所有人都讨论的字眼，一个叫做 CBD， 一个叫做 THC， 一个讲的是所谓的这个大麻二分，一个是这个大麻的这个四分的这个东西，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元素分别是些什么？对，大麻里面主要两种，就你提到两种比较最主要的元素嘛，大哥我们就讲大哥好，大哥就是中文讲叫四氢，四个氢大麻分，叫 THC 嘛，然后二哥我们讲叫 CBD 好，然后 CBD 就是中文讲叫做大麻二分，那 THC 会让你有这种陶醉感，然后有可能会让你想睡觉，就是台湾的毒品防治条例里面认为 THC 这个成分是属于第二级的管制药物，也就是说是二级毒品，那CBD 的部分的话是不会让你有这种陶醉感，然后但是它对于解这个焦虑，然后让你好睡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效果，然后也可以帮你止痛，还有这个让你抗发炎非常好，所以你 长痘痘啊或者皮肤上的 condition， 其实某些 CBD 的这个乳液或者什么是非常非常好的。好，那 CBD 在台湾的法律规范之下，还是说卫福部在去年5月8号还有再行一次，就是说大麻二分的产品只要它里面的 THC 的含量小于 10ppm 是个人自用进口是可以的。想象一下，就是你去日本买小花饮药水，或者是说你去网络上订那个吞黑激素，这个意思，那你可以买回来自己用，但是你放在虾皮上面卖你就是违法，大概这个意思。所以现在这两种东西分开，那你刚刚讲的 THC 是容易让人成瘾，或者是传统上讨论比较容易让人成瘾，还有就是它的通常的功用会比较像是让人很好睡觉，就是很容易就是会好睡，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些作用。那 CBD 呢， CBD 的作用是让人变得怎么样？CBD 让你比较沉浸，然后会帮你解，就是有些人焦虑症状蛮严重的，那那一周会比较好舒缓他的心情，然后抗发炎，然后帮助睡眠。然后补充一下，你刚刚说 THC 的成瘾性的部分，成瘾性是应该是它是属于一个量化的科学，也是相对性的科学。那你要跟拿它跟什么来比才叫成瘾性？那你如果把 THC 这个成分拿起来跟你刚刚提到的咖啡或是糖来比，它的成瘾性还比这两者还要低耶。P 一平均 statistical 统计上来讲，所以非常非常有趣。
OK， 所以除了谈到刚刚说 CBD 或者是 THC 这两种不同的性质，一个是特别可能要管制，或者是目前受到很强烈关注的这 THC 之外，我也看到了很多国际上的期刊都有在做相关的研究。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的研究在谈这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利用大麻的 CBD 或者是 THC 的某些药性来作为某一些不同的疾病的这些医疗的方法。可以帮我们谈一下它在医疗上面目前的应用的长相是怎么样吗？可以。这个东西我们先拿 CBD 来讲好了， CBD 大麻二酚哈。CBD 大麻二酚的话有一个药厂叫做它叫 GW 药厂。Greenwich, GW 药厂，它把那个 CBD 的萃取出来，然后做的是 3000mg per bottle, 就是一个像小精油这样子，然后它申请 FDA 的药证过了。它是唯一一个是有 FDA 认可的药的精油，然后是 FDA approved 的。那它拿来干嘛呢？它的 indication 是那个多发性硬化症啊，它没有讲到癫痫这个部分，因为癫痫还需要证明更多证明。对，多发性硬化症的部分，那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 GW 的药性怎么样。那你刚提到 THC 可以作用，有，它这个同个药厂里面也另外一支药叫 Sativax。Sativax 就是一比一，一份的 THC 对上一份的 CBD 的药，它也在申请这个 FDA approval， 它的 pipeline 里面。那后来这间药厂蛮屌的，它开始弄到后来，上个月被一个另外一间药厂叫 JAZZ 收购，我忘记多少人，是几个 billion 的收掉。对，所以其实台湾如果要开发这方面有元素药的 compound 药是有机会被收购，是有机会的，很快。可是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讨论是这样的，19年的时候事实上有一些医师的朋友在线上先在那个国发会相关的这个平台申请，希望有机会联署，就是开放大麻的一些药用的合法化或者是相关的应用。然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台湾就有了相关的讨论，我看到了一个其中一个回复函很有趣，就是在2020年五六月左右吧，台湾的食药署，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因为我们现在在 COVID-19 期间他们应该就忙得不可开交，他还可以写了很大的一段在描述，而且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看懂的文字，他主要在讲说事实上这些相关的药物虽然都有国际的研究，也有一些 FDA approval 没有错，可是从医疗的观点上来看，不见得每一个药物都已经对于人体都已经或对某个疾病是有不可取代性，或者是不可一定非只用它不可了。所以在台湾看起来食药的想法是还没有完全在这个方面是可以已经可以接受了这件事，对吗？对，可是他刚讲说就是这个东西明明就有其他药物可以取代，为什么你一定要用大麻？对，那很有趣的是因为大麻它的在相对症状的副作用来说，使用大麻的药物的副作用比较低，那天冷，那为什么它比较低？因为它作用在应该说大麻素作用在我们人体里面，它不是走一些我们平常已经认知的11个系统，它走另外一个系统叫做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大家可以 Google 看一下。那主要受体是 CB1 跟 CB2 这两种，那这 CB1 CB2 又会连接到你神经系统，也会调控你的免疫系统。 OK， 所以非常非常有趣，这是我们真的演化出来的东西，而且不是只有人类才有，小老鼠也有，蜥蜴也有，鸟也有，为什么生物会演化出这样的系统？非常非常有趣。所以那个 side effect 完全不一样。那目前的台湾的讨论是还停留在比较是还没有看出非不可取代性的因素，对吗？但国际有一些公司或者是药厂或者甚至 FDA 也在看这个领域有机会挑战突破一些不一样的事，是传统没想过的。 OK， 那反过来我想问你们两位，你们都在矽谷，而且刚都从不同的方面看到这个大麻的这个趋势，我想问问你们从远距离来说，你们看到矽谷的这些创业生态系，主要我们先谈包含是投资人好了，投资人面对到这样子的商机的时候，他们怎么去抓住这些机会呢？
举例来说，像 YC 其实前年就这前年开始就有蛮多这样的大麻相关的哈。Y Combinator， 对对对、嗯、，Y Combinator，、嗯、对。那其实大麻的商机，当然从合法来看，它就会第一个造成使用者的这个增加嘛，哦、嗯。那就像烟跟酒，对不对？它虽然是合法，和它有管制啊、哦，嗯。所以当大麻变成合法的使用，不管是娱乐啦、医疗啦，或者是这个你把它当做一个食品添加剂或者是放松用的这个过程，它还是会有 side effect 哦。那事实上，我觉得大麻成瘾性问题性并不大哈、哦，它比较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它的这个就是在精神上面的一些或是应该说人的精神运作或是智力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啊、哦嗯。那这跟烟酒非常的像，对，嗯，对，目前有一些团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侦测啊预防性的东西哈、哦，嗯，但我个人觉得其实大麻的危害可能会远小于烟跟酒，然后更不用说其实远小于糖啊或者是。这种食品工业的危害、哦嗯、他们造成的这个医药跟人体的伤害可能远远高于、哦、我们所知道这些管制药品、哦嗯、你管制这些不如管制糖的摄取，可是目前很难管制、哦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像一开始 James 所讲，其实我们对大麻的态度第一个是取决于政治啦、宗教啦或者是医药、哦、可是最核心还是说人类的生活形态提升到是哪个阶段，这是蛮重要的、哦、在不同国家地区，像北欧，他们是可以，这个政府派公车去接这个、哦、当然这是在疫情之前了、啊、哈，这个喝完酒的市民、哦嗯、然后药品是毒品、哦、他们甚至是给他合法的施打，嗯、或者给他，就他们认为说维持这个可交易跟可管制的状况下，那不会有黑市，不会有不容易有那个高危险的犯罪的机会，嗯、对。那美国当然因为它传统是一个清教徒国家，所以它对于像你刚才讲禁酒其实它是有很多宗教的因素的、哦、嗯，对，所以这些事情也随着美国的这个不可否认美国的这个教徒的比例，那当然也因为拉丁人口的增加或者是白人的这个比例减少、哦、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啦，所以我觉得大麻第一个在不同的州、嗯、他看那矽谷因为本身跟大麻连结就很深、哦、所以投资人的确、嗯像加拿大和美国都有非常多的新创公司在投入这个领域，那我想爸爸可能更熟悉，那我只是说就我看到的事情是当一个事情讨论声音变多了，资金进来它就人才跟机会就会来了。 嗯，刚刚说到矽谷的这件事情，讲到早期的 Steve Jobs 说他自己也有用是大麻的使用者之一，然后 Elon Musk 也在甚至直接在直播的时候公开就是直接抽大麻，然后讲说他是大麻的高度使用者之一，所以看到了这些相关的这些趋势。对，所以我说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矽谷投资人看到了一些机会。我想刚刚对，的确像 IC 所说的这个讨论一样，有一些人谈到大麻的副作用的时候，就会谈到说注意力可能会不集中，所以用麻之后再开车会不会有问题？就好像现在我们讲说酒后不要驾车一样，就是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可以注意的事情。可是大麻的这个自由化或者开始可以应用，从美国的这个观点，我看起来好像也不太意外，因为就跟在美国拥枪是合法的。的一个权利，然后事实上有非常强烈的游说组织在谈这个问题，枪的产业在美国也非常大，那有相关的商机一样。可不可以请爸爸帮我们谈一下，你做 Mary Jane 之后，我记得你有告诉过我说你有去参加了一个加速器，这个加速器在做什么，会针对大麻专门在做这些相关的加速器，可以帮我们聊一下吗？哦，好，没有问题。我有人问我说我没有玩枪也是要有的。对啊，你说你刚提到了嘛，那个 First Amendment 人人有言论自由、嗯、Second Amendment 你有拥枪的权利，所以说 I can say whatever I want otherwise I shoot、uh-huh. alright、uh-huh. 这是美国、嗯、对我们很荣幸就是第一个被因为唯一一个做大麻产业加速器就是 Kennedy Border、uh-huh. 之前有一家也倒掉 that's sad、uh-huh.那我们是唯一一家，就是我们是第一个被选到这个加速器里面的亚洲团队，然后甚至台湾人的台美人的这个 co-founder 团队这样子。然后他的选拔每一期，像我们那一年是出两期，我们那期的 application 是500张 application， 嗯哼，然后他只选10对，嗯哼，对，
然后他选进去的话，他的一年两期，每期十队。对对对对。OK， 他平均的 per game 应该是500张到800张左右。线上的朋友如果不知道 Canopy Boulder 怎么拼的话，可以到那个聊天室去看，我有把那个字拼出来给大家。然后大家如果等一下有问题想要问两位的话，也可以都欢迎在聊天室里面留言，我们等一下会一并看看有哪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合并有机会请两位帮我们回答。 OK， 所以一年两期，一期十队，然后进去要干嘛呢？进去的话它就是安排16周的课程，然后非常跟加速器差不多嘛，是，然后教你从股权谈判，然后 marketing， 然后 S&M 嘛，这些课程，这些是跟一般的加速器都一样，有不一样的部分吗？有，因为你在大麻产业面有是有美感，因为你做 marketing 是不能做 digital 的这种这些大平台都 ban。对对对对，那还有你的所有的 compliance 怎么做？所以他教你怎么做这 compliance， 非常非常重要，你还不教你看法。这都是外面学不到的，这是特别的，一个是 compliant， 一个是跟一般的药物都一样，他没有办法直接在线上做广告，所以他需要用什么方式去 reach， 做 market reach， 去面对他的消费者就很重要。对，然后怎么样建立你的 community， 因为主要都是 community 在卖的东西，其实跟 crypto 很像。对，老实讲，我第一次买大麻是用 crypto， 那时候比特币140块，我三颗。你就拿一颗去买吗？你花两颗去买？太笨了。花了两颗，所以如果按照现在算起来的话，一颗已经五六万美金了。OK， 所以你花了一台 Tesla 的钱去换了一点点大吗？对 ，OK， 啊哈，所以你说跟 Crypto 的这个Community 很像，他们要去建立他们 Market Reach 的方法。你加入这一个加速器，他们有投资你吗？有，他们有投资吗？那是跟一般的加速器一样，都是占固定的 percent 吗？它的 structure 是比较特殊一点，它给第一个，它有两张 contract， 一张是 convertible note， 然后 cap 是 2.5 million 的，然后50万，然后就自己去玩。然后另外一张是直接买 common stock， 那 common stock 它占的趴数是你自己要跟 negotiate。OK， 对，它是投3万，那所以是总共 package 是13万。OK。OK， 那两个都可以拿，然后再个别第二个要特别谈。对，三万块那是他直接买 common stock， 对不对？这个是如果你要进加油器，你一定要接受这一张单。OK， convertible note 是随意，你要不要接受随便。那个三万块会占你多少股权？我们都谈到7%。OK， 所以其实跟加速器也可能就一般加速器普遍的那个比例差不多，5-7% or 8%这样子的比例。对对对对。OK， 那16周过完了之后，帮助很大吗？16周过完还蛮不错的。到后来，主要都是在练习你的 pitch， 跟加速器一样练习你的 pitch， 练习你的 pitch 到吐这样子。然后最后就 road show， 会到处去参加不同的投资者的 event。然后去认识不同的投资者，然后去把他们招过来这样子。你的同学有没有现在已经非常厉害的？我同学，我们这一届应该是我们最好的。OK OK， 哦、oh, 啊，所以事实上面向亚洲的这个市场是商机很惊人的。商机很惊人，也是因为说我们挑的 market 是一般美国人碰不到的，一般亚洲人不能碰。对。因为你刚好有这个属性，就是你是亚洲背景，所以反过来说有机会把这一个相关的产品或者是应用介绍给亚洲。那我想问问两位，就是两位都看大麻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刚刚的讨论其中有一项会担心的是台湾的应用会不会有违法性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本地的市场 有法律相关的法规还是要去注意的。可是除此之外呢，两位都是台湾出生的，可不可以帮我们聊一下，从你们的观点，你们看到这个大麻的这个产业，像 Marison 现在在做这个引进到亚洲来，有没有各自看到什么台湾的机会？譬如说台湾可以争取去做些什么，事实上是有优势，不一定台湾的这个市场开放起来马上可以应用，但是我们有机会去抓住这相关的优势吗？没关系，你要先吗？没关系，你先说。OK， 对我来讲，因为大麻产业链是蛮长的哈，那台湾其实农业科技非常强嘛，那其实你如果追整个产业，追在最上面的话，就是做种子的基改，
那我们可不可以输出基因改技术？可以，嗯，对吧？然后再来种的部分，基因改良这是一个台湾有机会可能可以做的。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很会去做这个培育种嘛，那、其实也可以输出技术、嗯。然后农业的 IoT，、嗯、然后还有、灯，那这种不叫业配，所以我就跟台湾的一些厂商聊过，比方说那个太极光，他们就那个很大的 container 是一次把你包到好那种、嗯，那个就可以 deploy 到美国来。嗯，对啊，那增加产量，增加 THC 的这 potency， 这个就很猛。大麻不是很好种吗？为什么还要用农业科技去 enable 它？哦，因为你好种是好种，就是我丢到后院，它自己就长出来 ，sure。对，但是你要种成商业级的、movable product 是不一样的事情。OK，consistency 要一样啊，然后你的花要够大够重，因为它走、它都是走重量的，那 potency 要高。都不好了。所以事实上，如果要专业大量种植的时候，会大量用到跟农业科技有关的项目，从基改、从 IoT， 是不是还有光照的控制？就跟我们在很多地方种花一样，是要控制光照的。是，因为它的生长期跟、光照周期跟开花期都不一样。嗯哼，那时间跟的那个距离什么都不一样，坡长也会影响它的坡长的调控、温湿度的调控，然后美国的这个地域这么大，它的这个各地的种植条件都不同，所以它是很有可能变成这种科技农业，加上它的高产值，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所以IC 从你的眼光里面看起来，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美国的农业比较像粗放式农业、如果在讨论的时候，它比较不一定完全用那么多科技去控制每一颗这个每一颗植物或者是每一颗种出来的东西，你看起来它会有什么样更精致化的商机吗？其实美国所谓的粗放式是因为面积很大，但因为面积很大它反而更能够规模化的生产。是、你看美国的这个酒庄、我们就举酒来说好了、加州的土地面积就是光一个加州可能就跟法国产地一样多，甚至更大。 是，所以其实这30年下来，其实加州的酿酒技术就科技面来说，加上它就在矽谷、所以就是像酒这件事情在加州也是有非常大的技术的这个突破成长突破空间、包括资金啊资本市场的介入啦、然后还有技术、所以我觉得对于、大麻经济或是这个绿金科技来说，我觉得它的、它的这个空间非常巨大，因为不管是从种植、物流、品管甚至是这个溯源的角度、那它是一个现在就像刚才爸爸讲，其实这东西管得超级严格的、你如果吃到大麻的这个杂质的含量可能远低于你所知道任何食品工业里面的这个、或是很多药物，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当你认同这个产品的价值的时候，它就像我们讲区块链或比特币也是很像嘛，就是、一定会有很多人质疑、可是有一群相信甚至使用的人，他一旦成为了拥护者、信仰者甚至是推广者的时候，那慢慢的它会变成一个、可讨论的事情，可以被一些机构的，那它就变成一个、不再只是合法不合法，而是它怎么应用的问题。怎么，那对于我们在做这个总是看早期投资的人来说的话、台湾当然身为一个技术和农业、医疗都很强的国家、我觉得这件事情台湾不把握的话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对，所以欧洲、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其实也有在投资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既然在我们不管是五加二或现在六大产业当中都谈到了物联网、农业科技新农业，对，然后生医，这是个组合起来，这完全就是这个行业可以需要的一个资源、那重点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还是要用这么传统的价值观、或是我不姑且不用用道德，因为其实这个没有所谓道德， 那烟跟酒的道德问题更大、对，所以就是去毒化这件事情一旦发生的话，身为一个全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恋结婚的这个国家，台湾没有资格、去抗拒这个潮流的话，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记得大概快一年前，我好像有一次跟你讨论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候举的例子是说、烟草也一样，其实是一个管制性的生产的商品，然后在台湾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有烟田，
到现在可能都还有，只是种植的面积变小了。所以事实上这整个供应链的这个管理跟做法上，或者是在农业科技的突破上，台湾都有一些优势，尤其在 ICT 领域，或者是在传统的农业的育种等等的领域都有一些突破，所以其实是有机会的。只是他要怎么去管理或者是抓住这商机，当然就要花一些心思，可是这可能是潜在的机会之一。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两位，那怎么看市场的趋势，亚洲的发展市场，尤其是譬如说 Bob， 你现在在面对亚洲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发展的趋势和市场的潜力在哪里？嗯，好，日本韩国还是东南亚哪些国家呢？我补充一下，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台湾的机会、嗯、这个大麻产业，我们只要其实你看整个产业来看的话，它可能只有 35% 的 revenue 是产生于真正你去碰这个草，嗯，它剩下 65% 都是周边，不管是软体啊、金融啊，这全部都是这些周遭产，所以它经济产值是很大、很庞大。嗯，对。那我们在亚洲可以做什么事情？其实亚洲现在不同国家都开始在开放 CBT， 比方日本，嗯，全境开放，全境开放。你在那个什么唐吉诃德就可以随便买。啊 ，OK。对对对。可以广告吗？还是只能买？有点像药。你在那个 digital 平台上，像比方 Facebook 或是 Google， 它不让你打，不可以说，不可以打。嗯，对 ，OK， 传统的可以，嗯哼，传统的可以。那除了日本呢？其他国家亚洲？中国它原本是中国是接受 CBD 的产品，其实天猫可以上 CBD 的化妆品。如果你想做品牌的话，哦、做一个你可以上天猫去卖、嗯。但是天猫的规范是说你的 THC 要是零 ，OK 零，嗯，对，嗯。那香港也是属于一个全境开放的状态。你看香港太多 CBD 公司了、嗯、小的小作坊啊、嗯、咖啡厅什么都有。啊在都有。对对对，泰国。啊泰国是泰国是算它是有点算是官方在把持这个产业，但是它其实也慢慢在开放。嗯。对。官方把持的意思是他希望抓住这个商机吗？他们小道消息是说他们海军在掌控这件事情。啊、但是实际上我的朋友在那边做也是一样，也像买 license 缴规费抽税也不会碰到太多奇怪的事情。 OK， 所以其实各个国家都陆续 在有机会放行在使用，所以看到的像日本或者是泰国有这样子的合规的趋势是可以去跟的。没错没错没错，对 OK。 所以刚提到说我们可以制造品牌的部分、嗯、就是我希望 我们制造出来的、嗯、想帮台湾制造品牌，这些品牌、嗯私人去打国际战场，嗯，我是用这样的标准在要求。嗯嗯 ，IC 怎么看？就是从投资人的观点，你已经看到了什么趋势是商机很大吗？在市场上，我觉得投资都要看整体的总体环境哈。嗯，那譬如说，光是在美国疼痛控制这个领域，那因为美国我们知道过去在这个40年下来，其实在医药的这个市场，还有在止痛药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重，包括吗啡或者是这个止痛药滥用、嗯、对，那所以大麻会不会是一个取代的机会，这个事情我跟 Bob 其实也有在讨论，就是我、嗯、这个市场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就是说大麻不要把它看成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放松或是这个治疗，它有非常像甚至说大麻在做这抗生素，也有一些像澳洲在做相关的研究，嗯，对，其实从医药的角度，从那个生活产业的角度、嗯、那甚至从这个科技产业的角度，它其实就像刚才讲，那大麻如果结合区块链啦，它可能也有很多有趣的应用可以诞生，所以我觉得那当然它不可排除它可能在法律啦科技上都还是会有一些讨论，可是我觉得以我们现在所面对不管人工智慧啦基因工程啦哦，这种更复杂的问题，我觉得大麻算是简单的了，相对比较简单的。嗯，相对它是主要其实是应用性商品，所以你看到的其实是医药里面，尤其有关疼痛控制这方面，很有可能是接下来其中一个领域有机会发展到。我自己觉得是有可能，对对的潜在。大麻可能比我更熟悉，对，嗯。嗯，对，不知道在现场的朋友，就是在线上的朋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要提问，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继续留下相关的资讯。那今天的 Happy Hour， 我们的 Happy Hour 每一次都会准备相关的饮料给跟大家一起干个杯，就是跟大家一起说，就是
祝大家都是健康快乐，能够活着，然后在线上可以见面，还可以继续聊天，可以 cheers 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在线下，已经有很多在台湾可以，但在美国还这方面比较困难。虽然陆续在解封在开放，但是还是有困难的，可以让大家很快的聚会，所以才会透过线上的方式这样进行。可是线上方式也有很多好处，可以让大家可以跨地域的认识。我记得我从一月到现在，每一次的 Happy Hour 不一样的时光，其实都有来自各地的朋友在线上。所以我想有一个朋友已经先提了一个问题，例子想问的是 CBG 跟 CBD 有什么差异。 Bob， CBG 是什么？CBG 也是一个大麻树，然后 CBD 也是一个大麻树，那 CBG 我忘记中文是什么了，然后 CBG 在我们的客户的主要反应来说，他们都会比较清醒醒脑的一个作用。其实 CBG 加 CBD 的 formulation 很适合什么你知道吗？解酒。James， 你现在喝酒的时候我让你试一下。对，那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东西这样子。有一个我不会念的字叫做大麻占分还是什么样的字，反正它是一个也是其中一个大麻的分类的产品，没有错。是 OK， 所以它你说它是让人清醒的，所以有机会可以解酒。哇哦，如果有这个功效的话，不是台湾人，尤其是日本人跟韩国人可能会很喜欢这个产品。对不对？这个相关的产品，有没有机会我们最后的时光，也许在 Happy Hour 的时候，请线上的各位朋友可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打个招呼。是不是首先请 Wes WES 的朋友，你现在是静音的状态，有机会解一下你的麦克风，自我介绍一下吗？大概自我介绍简单一两句话，你来自哪里，然后你目前在做些什么，或者是你想要 seeking 什么样的资源，也许 也行。 Wes 不知道有没有听到。那如果下一位朋友 Rax 在线上吗？ RAX Rax， 有我有在线上。 Hello 你好。 Hello、你好。 Rax 哪里来？我是做宠物业的。对，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想说可以跨领域去看一些新的产业，所以对于这个滤镜比较有一些兴趣。你在台湾吗？还是在美国？对对对，我在台湾。你在台湾 ，OK， 所以现在在平安的台湾岛上。对对对，因为前几天就是在那个泽泽上面有看到一个有关就是 CBD 相关的那个被子。对对，那就会想说，是不是有办法应用在一些其他场合，像是有点像是睡眠啊，或者是不管是精油或是化妆品类的，在台湾有没有这个机会？那甚至是可能把公司设在海外，那由消费者在海外购买寄回台湾，是不是用这样的操作手法可以规避掉一些问题？OK， 哇，这是法规的问题， Bob 可能比我还了解。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帮别人做的是，我帮你做好产品，如果你要卖回台湾，可以找这边上架。我是海外公司，对啊，就是从海外去上架去做这件事情。好，谢谢 Rex。 萧逸化，你好，是，我是做生物科技，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室。最近因为有个客户请我们研发，就是大麻的肥料，所以我对大麻这个滤镜的产业有了兴趣。今天来这边听了，有很多的收获。大麻的肥料，哇哇，所以事实上，其实我们刚刚讲农业科技的其中一块，就跟这个也有关。对，可以让大麻的叶面可以长得更厚、更大。然后它的产值可以更加的高。所以你也在台湾吗？我在台湾，我们在高雄。也在台湾，所以事实上台湾真的在农业科技很有可能是有这些优势的。是，而且我们有做保养品跟一些保健品，我们希望这个大麻应该也是可以应用在这上面。OK， 谢谢你，谢谢，哇，非常有趣，谢谢。下一位朋友卢玉勋有在线上吗？玉勋没有的话，陈之纯呢？之纯如果不行的话 ，Red 有在线上吗？红色的 Red，R E D。Hello Red， 我已经看到你解掉麦克风了，不过还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喂，你好，听到了，听到了 ，Red。
嗨，各位好，我是 Ray 的。那我个人目前是一个期望在大麻产业相关领域上面有一点创业的想法的人，那目前还在准备中，所以不管是娱乐相关的内容还有 CBD 医疗产业相关的内容，我就是都还蛮愿意吸收的。这样你也是在台北？哦，对。哦、oh, OK， 好，祝你创业愉快。如果开始创业了，可以跟创业小聚联络，让我们有机会也许可以采访你，好吗？好的好的，谢谢你。好， Judy 在线上吗？ Judy 卢或 Judy 卢？对，哈喽、Hello, 我是那个我是 Judy 的男朋友，但我们宠物生病，所以他现在去用宠物。嗨、对，那我介绍一下，我叫 Andy。 那我跟我女朋友就是我们是有在投资大麻相关的这个股票市场。那我们进的这个目标就是因为大麻这东西在台湾的这个环境其实普遍还没到很认可嘛，那我们想要看用怎样的方式去倡议，就让大多数人越来越理解跟支持它。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台湾本土的公司在获取资金或者是新创才更有可能有发展的土壤跟利基。 OK， 所以大麻已经有股票可以买了。对对对，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比如说在台湾不合法的话，那假设我们本地的新创公司或生技公司它要开发这样的产品，其实会受到很多的这个限制，那当然它的资金跟人才就可能进不来。对、okay. 所以我们想要就推动这个东西越来越多人认识。了解了解，很高兴认识你，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交流。好的，对，我这里可以问一下，因为我听朋友说好像卫福部已经有在进行，因为我有朋友的姐姐是好像通过卫福部的一些流程她可以合法的去试用大麻相关产品，是有这样的事情吗？我听说好像卫福部有在测试。可以，卫福部我刚刚有提到5月8号就已经新闻是个人自用申请进口可以。你就把它这个 CBD 是当做一个吞咽技术这个东西在买，但是你不能在台湾就是不可以买卖。对对对，不可以买，不可以买卖、okay. 但是可以自用就是了，进口自用。 OK，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 Andy， 然后也祝福你们的宠物早日康复。然后 Joey 有在线上吗？知遇 Joey， J-O-E-Y 的 Joey。 Hello、oh, Hello Hello Hey Hey 你好，我现在是一个软体工程师，然后我其实在 Washington State， 在美国、uh-huh. 然后我也在找机会看有没有进入，有没有机会进入这个绿金产业，然后创业。那我想问Bob IC， 就是作为这个相对来说还受法规管束，然后比较多限制的地方，像刚刚提到说广告平台都没有办法上线，那金流等等可能也会受限。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去让这个事情真的在 business 方面可以有比较好的保障，不会说很容易被一些大平台管控之后就突然整个都没办法运作。爸爸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在软体或社群上有机会突破吗？软体当然没有问题啊，因为软体你不是做 direct 就是真的碰草的东西，软体当然可以。你去看很多公司啊，什么 Dutch 他们都是很大，然后你去看那个Gen Technology， actually 我们有一个台湾人在 Gen Technology， 他是 Head of Product Design， 他叫 Julia， 我都会介绍你们认识。他就帮 Jane 可能已经拥有100%，应该是美国最大的电商平台。怎么拼啊 ？Jane 吗 ？Jane Technology。OK，OK，Jane Technology。OK。所以事实上，软体工程师也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加入。太多了，太多了。我想经营这些相关的社群，应该也是很有机会吧 ？Yeah，Yeah， 社群经营跟 Crypto 很像，你社群越大越好。OK， 所以 Washington State 现在合法了吗？可以应用了吗？也可以用，可以 ，OK， 好，谢谢 Joey。Nick 有在线上吗 ？Hello，Nick， 嗨，听得清楚吗？很清楚。啊，好，大家好，我是 Nick。那我的正职就刚才有提到的，我在泽泽做 PM。哇哦，所以上礼拜上架的产品就是大麻枕头，就是你的产品吗？当然不是我的专案，但我们平台当然有蛮多专案的负责，但是我们看到蛮多越来越多的大麻、汗麻相关的产品，其实有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提案。那当然，今年的大麻的游行其实有在上面集资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有一直都还蛮关心这个问题，这个议题的。那其实我自己副业其实有在做的是一个
酒的团购社团。那其实我们其实那是本质上是酒的团购社团，那其实我们更多也是像创业小聚一样这样办线下的活动。那其实我们也多次讨论到了大麻相关的这个话题，对，嗯，那其实很多人其实对酒来说可能是有一个希望是一个减缓焦虑或者是一个纾压的过程，但其实大麻其实可能也可以是一个这样子的解法之一，嗯，但是当然现在台湾还不能使用，对，那其实我们还是有非常想关心这件事情，然后其实甚至也想说有没有可能未来代理相关的产品进来，或者是开始超前部署这样的社团这样子，也许啊蛮合理的，因为酒的团购它在线上不能直接做，但是在线下如果你是一个社群的话，看起来是 physically 是合法的，只要确定所有人都合规满18岁以上，所以也许你现在做的就是超前部署，做了一个相关的 community 也说不定。刚刚的那个朋友在 Washington State 的那个 Joy， 他也许就可以跟你一起合作，想到很多其他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跟 Bob 再多聊聊，谢谢你。是，没问题。Miranda 在线上吗？Miranda， 嗯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是，我们有，谢谢，我们是披萨店，然后我先生是美国人，啊哈，对对对，然后就是其实，是，我认识你，Hello， 你好 ，Hello。其实我先生之前有涉入就是种植的案件，然后后来是有得到缓刑。Uh-huh. 然后他之前之所以种植，是因为他有常年的背脊，就是背痛、背部疾病。Okay. 然后他其实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在食用。嗯，对对对。然后当然在台湾是非法，但是，总之现在当然是完全都没办法。OK。但是我们这边当然是希望。看能不能有一天就是可以合法化这样，所以就像刚刚那个 IC 提到的疼痛控制可能其实是其中一个应用，所以无论是 CBD 或者是 THC 相关的产品，搞不好会有最后会有合适于你本身的这样子的问题可以解决，对吗？对，不过 CBD 主要在止痛方面比较是 THC 比较止痛的可是 THC 是比较是管制的产品。对啊，对。哦，了解了。所以这一块果然，这一块果然还有很多要突破的问题。对啊，不然就会碰到违法的问题。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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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ID 是 M 的，只有一个字小写 M 的朋友有在线上吗？如果没有的话，ID 是 Yang。Yang Hello， 你好，你好， 我有在线上，其实我没有特别有创业的想法，但我比较好奇说我身为一个投资散户，然后我有美国的户头，那大家有什么比较，没有说推荐标的，但是从什么方向来思考这件事情是可以，因为创业对我来说可能成本会更高一点。太有趣了，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刚的那个 Judy， 那个现在送宠物去看病的那一位的那个老公 Andy， 看有哪一些股票可以买。这个我私底下也很想知道，但是这好像不能在线上直接讨论这种投资标的。那个 Bob， 我们真的有一些公开市场已经有这种东西了吗 ？Jane Technology 可以投资吗 ？Jane 还没上市啊，他在 Series B 而已。啊哈。对啊，然后如果他上我就投啊。啊哈。然后公开的话，我觉得你要。不要看 EPS， 因为现在每一个上市公司在赚钱。Uh-huh. 你要看它后面绑的执照量。如果因为你执照等于是垄断了。Uh-huh. 看它绑的 retail 绑多少，看它 distribution 绑多少。Uh-huh. 对，因为主要是接触消费者，它 valuation 再上去。OK， 所以可能要那个 follow 绿金创业家的粉丝页，私底下问你可能有什么机会，对吗？哎，可以可以。OK， 或是爸本人有在开放入股。哦、我的一张票，我一张票是$20,000啊，所以他现在 ticket 是ticket size 是$20,000。对，样准备私底下聊。好，谢谢，谢谢，谢谢。Marsha 有在线上吗 ？Marsha 如果没有在线上的话，栗子在吗？栗子，你刚刚有问了 CBG 跟 CBT 的问题。Hello， 栗子。Hello， 有听清楚吗？有，现在可以。你变得比较大声了，可以，请说。
我会接触到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成大的博士，啊哈，他就是介绍我使用 CBD 的产品，因为我有被成大医院就是第一位判出来是罕见疾病的病患 ，OK， 然后就是其实我几乎就是每分钟都在要跟那个疼痛去和平的相处，对， 对，然后我真的有感觉，因为其实我有买了几个牌子，嗯，像目前我现在使用的是美国的一个牌子叫 Extract Labs 的产品，嗯哼，然后。我因为我会想要用 CBD 来改善我的疼痛，是因为我的成大医生开的西药的副作用太多了。OK， 对对对，所以我加入主要是想要多了解这一块。所以产品真的，如果是对你本身现在在对抗疼痛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以你个人来说。我觉得以我来说，就是我目前的用量，就是我现在是用2000毫克，但是我可以。就是我大概可能一天要滴个4毫升5毫升这样子，用滴的吗？舌下。哦，舌下。哦 ，OK。对对对，然后我这个纯度是它是1毫升是66克。OK。对，然后我的帮助是在于，就是说，因为我还是要靠西药。嗯。因为毕竟是一个 disease， 所以其实、嗯、对这个疼痛感必须还是要靠西药。可是它的帮助是在于我说。嗯，比如说我可能西药一天要吞到2克3克、嗯、那我可以藉由减少吗？对，我可以减少，我可以就是用 CBD、哦、然后我的药量就是可以降到 1.5 克、嗯、然后再搭配 CBD 去止痛、嗯嗯、所以以你个人来说、嗯、你自己在应用上你是发现有这样子的效果的？对对对，对我来说我是认为有效的。 OK， 了解。所以你也感到对这一个产业感到好奇，看看这个产业接下来发展会有些什么状况。对，其实我就是想要再投入了解更多。了解了解，所以也许你也可以一样追踪绿金创业家的粉丝页，跟 Bob 多接触看看。有，我刚刚已经加入了，谢谢。 OK， 谢谢你，谢谢，谢谢你直接告诉我们你是其中一个会应用到他的人。 OK， 谢谢你，谢谢，谢谢。 Hello, Tino 有在吗？ Hello， 我在。 Hello， Hey Tino， 你好。你好，是我们是一个生技公司，那我们公司也刚跟另外一个、小姐一样，我们是在开发那些肥料的。哦、oh, okay. 那我们在，所以你们是竞争对手。可以合作。可以合作嘛，对不对？很多事情 you never know 可以应用嘛、嗯、那我们的客户拿我们的东西在中国大陆，他们跟他们农科院偷偷的做了一年，后来来跟我讲说、oh. 他们准备卖到美国去。 OK， 嗯，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嗯、这个 form 那个论坛，我就觉得蛮有趣的，想要了解看看。了解了解，所以也是对于这个整个产业的状态好奇，然后看看接下来会有什么发展或趋势。是是，了解了解了解，谢谢你，谢谢 Tino， 谢谢谢谢。刚刚那个 Judy 的那个账号 Andy 是不是有什么要补充？就是我就想想，就不知道今天讲者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 like 的。就是社群或者是小的这个讨论群，因为我觉得今天有一些都是要么就亲身的使用者，要么就是创业家相关，那我想要希望有线下可以大家分享相关知识的机会。对，包括我们这样的 LINE 群。 OK， 我在稍早的时候其实有 share 了一个这个 linking 的社群，我等一下也请我的同事在我们的这个讨论区再贴一次 linking 的这个社群，可以，也许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这个社群去认识彼此，然后再做讨论。大家也许可以先抄下大家比较熟悉的几个 ID 的名字，譬如说有 Nick 啦，有 Young 啦，然后有 Judy 啦，或者是 Marshall 啦， Miranda， 或者是有刚 Tino 和 Liz 等等的，然后等一下到 linking 的地方也可以去做交流。我想 Bob 也有相关的脸书的这个粉丝页，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再做交流。那我们刚刚稍早在事实上在这个节目之前的闲聊也聊到说希望有机会后续也许再会有相关的这个讨论在进行，不一定是在今天的 Zoom 上面，也许之后在 Clubhouse 或其他地方我们也有更多的讨论，也欢迎大家如果陆续可以关注创业小聚
的社群，我们如果有相关的讨论或者是相关的文章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活动要进行的时候，也会再发布给各位让各位知道。那很高兴今天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这个 Happy Hour。 那在最后结束之前还是跟大家 Cheers 干个杯好吗？ Bob IC 祝福你们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然后所有在线上的朋友也是都健康万事如意，干杯。干杯不一样，干杯。 OK 哇你直接点火了，我的天啊。 OKOK， 还好不是纵火，干杯干杯！祝大家这个这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Stay healthy。我们疫情后总会 physical 相聚，拜拜拜拜。Bye bye.